Hello，各位细细路，大家好，欢迎咧大家嚟到细细路3点钟，阿爸阿妈松一松呢个环节喎。今日咧又轮到我舒怡姐姐咧同大家讲故事咯。咦？但系点解我嘅小宝宝仲未起身嘅？等我嗌醒佢先。喂喂，起身啦！轮到我哋讲故事啦，今日快啲起身啦，喂！咩事啊？好眼瞓啊！今日轮到我哋讲故事啊！你仲瞓觉？而家3点钟啦，我好眼瞓啊！俾我瞓多阵啦！你做咩咁眼瞓啊？你寻日冇瞓觉咩？我寻日去咗玩啊，冇瞓觉啊！你快啲俾我瞓觉啦！但系我哋今日应承咗同细细路讲故事噶喎，咁啊？好啦，你等我一阵啦。咦，各位细细路，你哋呢有冇试过好似呢只小宝宝咁，夜晚呢唔想瞓觉，去咗玩啦，去咗做其他嘢啦，搞到第日冇晒精神啊？我呢自己呢就未试过嘅，因为我夜晚呢就唔中意做其他嘢呢，净系中意瞓觉嘅啫。我最多呢可以试过瞓呢10几个钟嘅，所以呢我绝对冇呢个问题嘅。咁所以呢，今日呢，为咗小宝宝啦，同埋各位细细佬呢，我哋呢就带咗一个故事呢，系讲有关瞓觉嘅，咁呢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喎。咁呢，呢个系咩故事呢？咁呢，大家又可以睇一睇啦。咁呢，呢一个故事呢，就叫做晚上可以不睡觉，一直玩吗？佢呢嘅作者呢，同埋画绘图呢，都系李珠慧，翻译呢就叫陈怡欣。咁呢，我哋可以睇下个封面喎。呢个封面呢，有两个嘅主角喺度噶喎。佢哋呢究竟发生咩事呢？我哋即刻去睇下先。原来咧，第一个主角咧，佢叫太阳喎。太阳咧，好讨厌夜晚噶，因为咧，一去到夜晚，佢就唔可以食咧好好食嘅食物，亦都咧唔可以玩咧好有趣嘅躲猫猫。躲猫猫咧，即系我哋口语所讲嘅捉迷藏啦。佢咧净系可以喺屋企安安静静咁瞓觉，太阳好仔细咁思考啦，就谂唔通夜晚唔可以唔瞓觉，出去好好玩下咩？另外一个边厢呢，我哋见到另外一个主角喎，原来呢，佢叫黑黑啊，黑黑呢都好讨厌夜晚嘅。因为咧，只要去到夜晚，佢即使咧想继续瞓觉咧，佢都一定咧要去出边好辛苦咁样飞行喎。黑黑咧好仔细咁谂啦，就喺度问：唔通夜晚唔可以继续瞓觉咩？究竟黑黑咧系一只咩动物嚟嘅咧？我哋可以睇一睇，原来咧佢住喺山窿入边嘅。仲識倒吊自己啦！佢有咧好尖嘅耳朵，一個咧好似豬仔咁嘅鼻，仲有咧我哋見到佢突出嚟嘅牙齒都係好尖嘅，仲有咧一對嘅翅膀。究竟咧佢一隻咩嘅動物咧？各位細細佬都一齊估下喎。咁咧，太陽同黑黑究竟發生咩事咧？原來啊，去到有一日咧。月亮呢，好似平时咁明亮，好似咧任何愿望呢都会实现咁样喎。我哋可以睇下个月亮，哇，真系好大好圆，而且呢发出黄色好光亮嘅光线添。咁喺呢一个时候呢，太阳双手合掌许下愿望，同一时间呢，黑黑都合起翅膀。许下愿望喎，佢哋咧究竟许咗一个咩嘅愿望呢？原来啊，令人惊奇嘅事情发生咗啦！究竟有咩事咁令人惊奇呢？我哋可以睇下太阳喎，佢慢慢慢慢变下，佢多咗一只爪，
而且多咗一对翅膀喎、哦，而另外一个时间呢，哈哈，慢慢变下变下，多咗啲头发，尖耳朵变咗圆耳朵，而且呢，佢多咗一对翅膀喎、哦，多咗一对手啊，冇咗个翅膀啦。咁呢，佢哋原来交换咗啊！喺交换咗之后呢，晚上想继续瞓觉嘅黑黑呢，实现咗佢嘅愿望啦。佢喺夜晚9点嘅时间呢，就去咗太阳嘅房间，倒吊住喺度瞓觉、哦。另外一个时间，太阳又发生咩事呢？原来啊，夜晚想继续玩嘅太阳啊，都实现咗佢嘅愿望啊！佢可以同佢嘅同伴一齐飞咗出去、哦，喺呢度咁多只小动物，各位细细路揾唔揾到？究竟边一只系变咗身嘅太阳呢？你哋可以一齐揾下嘅、哦。而且啊，佢即系太阳呢，仲可以食一啲好好食嘅嘢食、哦。仲有呢，就系、是。佢可以用好大声嘅音量去唱歌，哦，除咗唱歌咧，佢嘅同伴仲可以同佢伴奏喎，演奏住唔同嘅乐器，后边咧仲放紧烟花添，仲有，佢咧仲可以同佢嘅同伴玩好有趣嘅捉迷藏啊！你哋见唔见到变咗新嘅太阳？匿埋咗喺边度呢？可以揾一揾喎、哦。太阳啊，觉得呢一个啊，真系一个令人好兴奋嘅夜晚啊！不知不觉呢，天光啦，开始日出咯、哦。太阳同埋佢嘅同伴呢，要回程啦。而太阳同埋黑黑呢，都各自返到屋企。太阳呢，慢慢呢，收返对翼，收返埋只爪，变返呢太阳嘅样子。而另外一个边厢呢，黑黑亦都收返埋只手，收返埋只脚，变返对翼出嚟啦，亦都呢返返个山窿入边。喺嗰一个早上呢，太阳继续食一啲好好食嘅嘢食，用好大声去唱歌。同埋咧，繼續玩一啲好好玩嘅捉迷藏，但係咧，你睇唔睇到佢個樣啊？好似咧就嚟瞓着覺咁，冇嚟精神啊！而黑黑咧，亦都咧翻返去佢嘅山窿嘅床上邊，但係咧佢瞓唔着啊！黑黑心諗。果然夜晚都系出去玩比较好。咁多只小动物，各位细细路，你搵唔搵到呢？边一只系黑黑啊？俾个提示大家，黑黑呢，佢而家瞓唔着觉啊！你搵唔搵到黑黑呢？究竟系边一只呢？另外一个边厢，去到夜晚咯喎。太阳心入边就谂啦，果然夜晚呢都系要乖乖地瞓觉比较好啊。好，我哋呢故事呢就讲到呢度啦。我哋故事讲完咯，小宝宝，你有冇啲咩得着啊？我知道啦，夜晚要瞓觉啊嘛。如果唔系呢，下昼会好攰噶，好似我今日咁，好眼瞓啊！我而家，咁你今日要点样做先？我今晚呢，要一定要早啲瞓觉，9点钟就要上床瞓觉，咁先可以有精神。听日呢，要去玩啦，或者去翻学啦、学习啦，或者同屋企人出街。冇错啦，各位细细路都一样喎、哦。我哋呢，每个人呢，都有一个作息嘅时间表嘅。咁呢，我哋一定要呢，夜晚嘅时候就要乖乖地休息。如果唔系呢，就唔够精神呢，去应付我哋第二日呢嘅活动噶咯、哦。
冇错啊，大家知唔知啊？咁咧，故事咧就讲到嚟呢一度，我咧就准备咗两条问题咧，想问下大家，俾大家挑战下嘅。第一条问题就系咧，睇下大家有冇留心故事嘅情节啦，就系问太阳同黑黑佢哋究竟咧向住啲乜嘢去许愿咧？呢个系第一条问题。第二条问题咧，就系问下各位细细路，如果咧你哋有一晚系可以唔瞓觉嘅话，你哋究竟咧系最想去做啲咩呢？你不妨咧将个答案同我哋去分享、哦。咁点样分享呢？就系、是、咧你去翻呢一集嘅节目咧，入边咧就有个 Google link 嘅，佢咧入边有个 Google form 入边咧可以俾大家答问题嘅。咁咧我哋咧会拣咧两抽中你的小朋友啦，就答我们会选出抽中了的小朋友，你们可以得到一些奖品的。第一个奖品就是你自选绘本一本，或者第二样就是50元的 Restore Coupon。 那这个呢Google link 就会在5日之内就可以给大家答问题，大家把握时间，快点将你的答案和我们去分享啦。咁今日咧嘅细细路3点钟，阿爸阿妈松一松嘅时间咧，就嚟到呢度，下个星期一再见啦，拜拜。